爬虫跟反爬虫，像最早呢，我们用 Google 搜寻，我假设想要抓那个 Google 搜寻的结果，结果呢，之前早期是可以，有没有？那其实很简单嘛，因为你搜寻，比如说我搜寻关键字吴老师好了，哦，他会得到这个结果。但是呢，后来发现哦，我要抓的时候却抓不到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 Google 搜寻引擎已经设定的反爬虫机制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如果知道你是一个 request 模组所提出 request 这个请求 get 的话，他就不给你资料。OK， 所以怎么办呢？几个方案，第一个呢，哦，他反爬虫嘛，那为什么他可以反爬虫？哦，因为他确认说，如果你是爬虫的话，你就不像浏览器，浏览器的话上面有一些记录，就是你这个浏览器的一些代号或者一些 ID 啊，或者一些相关的资讯，但是爬虫没有，所以他就哎，你这个不是浏览器，但是如果你是浏览器，我就给你。可是如果你是浏览器，那我就不给。如果你是浏览，那如果你不是，那我就不给你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方式。哎，所以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有个方法，我记得我底下有加，我们可以加上什么呢？在 header 上面哈，加上一个假装。你是一个浏览器的叙述，假装哎，对，它爬反爬虫嘛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？我可以伪装嘛，我可以假装我是一个浏览器，我不是爬虫，哎，这个时候底下就有资料回来了。OK， 这个顺便讲一下啦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。但是永远是这样，道高一尺哦，魔高一丈。哎，他现在好，你又给我假装，那我怎么办？他又想别的招。所以我不确定啊，尤其像 Google 这种大公司哦，他们人才济济嘛，他怎么可能让你可以随便就得逞呢？对不对哈？所以他一定会想别的方法，那你就要想更多方法去把它破。啊，但所以有些网站太难，你就先暂时略过了。OK 啊，我只是刚好那时候突然兴起说，哎，我要抓这个东西，就没想到抓不到，所以后来一查，就是才发现原来加了黑的就 OK 了。不过啦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哦。其他还有第二种方法，就是呢，你干脆直接呼叫浏览器，有没有？把浏览器呼叫到程式里面，请它进到哪个网站里面，把资料帮你取得之后丢回来就好了。哎，所以哈，其实后面还有个 Selenium 啦，有个 Selenium 类似的，哎，底下这个 Selenium， 这个 Selenium 是做什么？就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呢。把那个 Chrome 浏览器有没有虚拟在背后去连到那个网站，那100%就是一个浏览器了嘛，这绝对不会错。OK， 然后把资料抓回来，但是它其实哦有点麻烦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做很多设定。如果有兴趣同学，不妨第一个当然安装这个套件，这个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你还要先确认什么？你的 Chrome 的 driver， 这个 driver 就要装一个驱动程式啦。哦，然后等等的底下的话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啊，他真的就可以把它打开，然后给他一个网址，而且可以设定，比如说他打开的时间、关闭的时间，然后可以去指向你的上面的动作，有点像是，一个什么，如果你要什么你要订票的话嘛，那动作几个，你可以把它先设定好，他就开始哒哒哒就好了。OK， 这个就是类似。哦，我刚刚讲的叫 Selenium， 但是它的难度哦，又会比之前的 Request 跟 Buildable 还来的更困难一些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它光要前置作业就要做蛮多的，要挂 driver。但我上面有写啦。另外的话，它还有一个叫 Recorder 什么呢？有点像是那个 Excel 那个录制聚集概念差不多。所谓的录制聚集，就比如说你要点哪里有没有？然后停多久的这些动作哦，你。不知道怎么写，你可以先用录制的，把这个录制好的动作程式哦，直接再喂给程式，它就会帮你把你刚刚做的这些动作再跑过一遍。哎，那这样不是很方便？比如你平常每天在做的那些动作，就会把它全部串在一起，它就做一遍。那即便那个网页有反爬虫，也没办法罚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个浏览器嘛，你怎么防不胜防 ？OK 哈，所以理论上。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吧。
只是光那些动作，光要设定，然后要 run 出来，真的就很麻烦。我自己试过了，我是觉得想到我都觉得这个可能要好几次上课才，而且上完之后，我觉得可能也没那么好用啊。其实我有试过了，像 VBA 里面有呼叫 IE 物件，就 IE 浏览器来做。那我有问过那个 ChatGPT 哦，做同样的事情写成 Python， 它也可以。所以除了用把 Chrome 浏览器呼叫进来之外，你也可以呼叫 IE 浏览器。不过你会说，老师，那 IE 不是已经过去的，现在不叫 Edge？ 对，其实都一样的东西啦，虽然名称不一样，但是背后的东西都一样。这个我想你们可以再透过 ChatGPT 问他一下，也可以得到你要的相关的答案哦。啊，因为爬虫的水太深了 ，OK， 想了深了无底洞哈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基本上主要哈、哦、就是点到为止。那至于后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、哦，可能自己再花一点时间再去了解哦。那我们这一期课程哦，基本上就是主要三个主轴嘛哈、哦、，ChatGPT 有没有跟 Python 哦，然后还有 Excel。好，基本上这些串在一起，应该我想我们这一期课程都有提到，而且我想都有提到还蛮重要的一些重点。那剩下的部分哦，可能就是你要去实做啦，因为我发现最后哦，如果你要把这个技术学起来哦，还是真的要找一些题目。那我的感觉是说，真的像学校学生是可以给他一个，因为有学分嘛，一个报告。所以他们哪怕是真的没办法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做出来。不过看他们心得的结果是说，哇，真的太有成就感了，我居然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本来是一个程式小白，就突然间呢，很多程式居然写出来。不过前提就是有压力啦哦，因为我们这个班没有办法给大家太大压力。所以啦，后续我是建议哦，你可以真的自己找一个题目，如果你真的愿意把它学会的话，啊，如果你真的把它做出什么东西来，欢迎你再分享给我 ，OK？ 那当然我蛮开心的。好、哦、像我报告我可以要求他们答，你自己比较一下各种 AI 使用的优缺点，他们会列表，哇，有同学做的太好了，甚至我自己收获还更多，所以我看报告，我感觉还蛮开心的。好、哦，每个学生都做得很好哦。当然，我很希望说你们之后如果有做一些东西的话、哦、不妨再跟我分享好了。OK 哦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哦，不然我们今天因为课程时间有限制，那特别注意啊，回去的话建议哦，就是先把资料先备份一下啊，最好是可以自己做一个你的学习的时程一个 schedule 吧，我建议，我刚刚有讲过啊，至少三个月哦，那三个月之内都不会异动，三个月之后就不一定了哦。OK 好、哦，如果你当然有特别的需求哈、哦，你可能在 email 跟我讲一下。OK 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期课程呢、哦，我想我们就先到这边先 ending 了。OK 好、哦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好、哦，谢谢。